2024总统大选顺利圆满落幕，在基隆市大力辅选赖清德选上总统的基隆市议会议长童滋味，已经成为目前民进党在基隆市政坛上最闪亮的一颗星。外界有猜测，也有期待，童滋味是否会直攻2026基隆市长宝座呢？童滋味表示，目前言之过早，而且本来就应该先努力在当下。有非常强大的民意，或甚至说，在那个赖总统希望您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您会怎么样去做一个抉择？我想是这样，因为总统刚选完，那包含我们这个行政团队，中央的行政团队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做讨论嘛，那也一步一步在规划当中。那我想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那基本上到地方来这个没有时间，没有那么快啦，那现在还太早。那我想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听取民意，那不管我们未来在这个地方的工作、辅选的工作，还是建设的工作，我想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把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的本命区仁爱区的建设工作做好。那各区我们必须把议员的工作推动，让这个市政府可以来采纳。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在做。那未来怎么样？我想现在因为言之过早，而且我们也本来就应该努力在当下，而且我们现在还年轻，有很多地方好好要值得好好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会广纳民意，让我们这个汇集更多的这个民意力量，让市议会可以有更强的监督功能，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既然要先努力在当下，又该如何兼顾好议长的职务以及民进党党籍议员们的领头羊角色呢？童滋味强调，自己会清楚拿捏，并且做好这两个角色的工作，让议会议事运作顺畅，推动市政建设。在过去8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打下的基础下，也让民进党市议员们当初投身代议事的愿景和希望，做出成绩，化为政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两个不同的面向了哈。那我们在会期期间，我是议长的身份，我就是主持会议的一个平台。那希望蓝绿不管还是各方党派颜色，大家都有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这是我议长在会议期间做要的首要工作，让各方的意见都可以有充分的发挥，让市府可以听取，也让民意都可以接收到你选出来的代议士在议会里面为了你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是我议长的工作。那议会工作这过去的这一年来，我想我们有持续的在往这个阳光开放还有市民的议会，我们政见当初的政见来做努力。那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更多前辈打下的基础之下，来把这个议会的工作、市政工作都把它整理好，然后一步一步的让每一项政策、让市政府可以一步一步的到位。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监督，然后还有审查预算的功能。那我想我会做好一个沟通的平台，让市府跟议员之间的沟通，我想没有障碍。那也希望大家在共好的概念上面，大家共同来努力。我想不分党派，大家都是为基隆好的一个初衷。那我想我会把议长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那在党团的工作，我想党团有总召，那我们各个议员，其实我们民进党的全体议员都非常的优秀年轻，好，那我想他们战力都非常的强。那我想我们民进党选出来的这些代议士里面，每一个都非常有愿景跟希望。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民主选举的过程中本来就是一场民主嘉年华。在过去你新选议员的时候，你是要让市民朋友认同你的愿景，把这个希望投给你，你当选议员。那在当选之后，如果你要寻求连任，我们每一位议员都必须做好政见，哦，那未来就是你在这几年的政绩，你有没有展现？那我想我会提醒大家，也跟着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如何让我们过去这几年在蔡英文总统还有赖清德院长，包含林佑昌市长、蔡世英立委打下的基础，我们在过去的8年让基隆变得不一样，好。包含市港再生计划等等，市港的转型大历史场景等等，我们有很多基础建设正在进行。那我想我们如何带领我们全体议员大家共同努力，去延续我们过去民进党执政的优秀成绩，让市民朋友真正的认同，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就刚刚就说，这是一场愿景跟希望，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全体市民朋友认同民进党带给大家的希望，党是一个党是一个心中的信仰，这我的概念是这样，党是心中的信仰。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展现我们的成绩，如何打造我们的愿景、理想、希望给市民朋友，让市民朋友来认同我们所有的党籍议员。我想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